国际萌教主 Hello Kitty 出现在捷运南京复兴站，台北捷运公司与日本卡通公司合作，欢庆 Hello Kitty 50岁生日，同时推出限定联名商品，也举办见面会，让粉丝可以一同合影。因为喜欢 Kitty 啊，喜欢很久了，家里一堆 Kitty。因为我们想要跟 Kitty 合拍，然后我们大概12点多到吧，锁定娃娃。对，娃娃小大小的娃娃，还有悠游卡，是家里可以用的，然后或者说摆件，就是很多种类啦。我们除了在捷运本业，我们提供更安全、更可靠的捷运系统之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旅客更丰富以及更活泼的一个搭乘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今年刚好 Hello Kitty。这个今天是刚好他生日，我们也是他50周年的一个这个日子，所以我们也跟他来做一个合作。那这个要谈到就是10年前，当他4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合作。那在我们猫空缆车那边，我们发行了很多联名的商品，很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那这一次50周年，我们跟他合作。我们也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商品。那三丽鸥这边他也特别为了这一次联名限定，有很多是单独的一个这个图案。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合作厂商也开发了66种的一个商品。我希这个是到时候我们会陆续推出，希望大家都能够会喜欢。我们捷运商品主要是以捷运的一个元素或者捷运的一个意象。那跟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一同共同来开发，那比较受欢迎的包括像我们的轨道列车啊，我们的这个文具等等那我们也接受这个厂商这边他们的提案，那提案只要经过我们审核以后这个就可以在市面上来贩售。联名系列商品包含悠游卡、文件夹、绒毛娃娃及吊饰等。另外也在捷运站设置梦幻打卡墙供民众拍照，不仅有 Hello Kitty、布丁狗、美乐蒂、哭泣儿和蛋黄哥，都在闸门区、地板及旅客询问处等着大家。我们从民国85年3月28开始营运了，我们第一年每天只有4万人，我们现在一天可以载大概最多礼拜五可以载到236万人。所以各位可以想见，这个一下子从4万变成236万啊，人流就是金流。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旅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Hello Kitty 的好朋友们已经还在那边要等着，待会要一起参与活动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在这里这个地方呢，正好是南京复兴站，是的，而且正好在我们的付费区和非付费区的中间。这里我们后面有一排的商店 Metro Corner 哈，都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台北捷运安全、可靠、舒适、便捷的一个服务呢，来给大家做最好的大众运输服务以外呢，今年我们特地除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项60多种的联名商品以外，当然今天是先拿出20几种了哈。我们后续还会陆续的推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三丽鸥给我们支持做了一列在淡水线的一个彩绘列车，也跟大家报告，这个我们6大主题的明星，对不对？哈，除了 Hello Kitty 是，美乐蒂是，还有大耳狗喜拿，没错，对不对？是的，哭泣儿，哭泣儿，对不对？还有蛋黄哥，蛋黄哥跟布丁狗，还有一个布丁狗在这边，超可爱的，一共6个，这6大明星呢会跟大家一起同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想过，为什么 Kitty 她的左耳上有戴着一个蝴蝶结呢？这个如果是 Hello Kitty 的忠实粉丝，应该马上脑海就会冒出这个答案来。其实答案是啊，这个蝴蝶结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也就是说Kitty 的蝴蝶结它是代表着人心跟人心的连结，那是串起全世界人跟人之间、人跟地区之间友爱的一个象征。那我们三丽鸥集团在2021年有新设一个企业的愿景，
叫做 One World Connecting Smiles。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借由创造每一个人的笑容，并且透过把这些人的笑容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快乐的环，那从而达到说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和睦相处这样的一个企业理念。而我们家 Kitty 的这一个蝴蝶结正是这样的一个愿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含义。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回归到现场，台北捷运呢，当然它也不是仅仅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台北捷运它同样是连接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每天我会看到无数的通行族，来自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游客们，那他们搭乘了台北捷运往来每一个繁荣的城市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各个城镇里，那或者是搭乘台北捷运回到他们温暖的家，交织出无数的这个温馨而感人的一些故事。那我们非常开心的就是说，今天可以由 Kitty 带着美乐蒂、大耳狗、酷企鹅、蛋黄哥，还有一位大耳狗行啊，布丁狗，这六位三 D O 明星家族，那一起让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人心的结合以及友爱安心的一个象征，一起跟着台北捷运带给更多的乘客们更欢乐的一个搭乘体验。除了联名商品和捷运站的彩绘装置，也打造梦幻的捷运彩绘列车，在淡水信义线起航。欢迎民众透过捷运 App 掌握列车动态资讯，与可爱卡通明星同游台北。记者温俊台北报道。